妈就忘词。那，谢谢你们支持我。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和声的同学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就是，请问大家有在玩 Facebook 吗？都有吧？好，那就是因为啊，其实我有一个专业，就是可能在上面会公布我的一些活动讯息，或者是，有了吗？可是有些同学还没加我，等我讲完嘛。应该说，就是在那个白色的搜寻框框里面，可以进入阿福，然后就会跑出阿福扣一个，然后乐福星球。对，那有一个红色我的专辑的封面，那个就是了。如果想要支持原创音乐的朋友，希望可以点进去，然后记得按赞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最后一首歌曲，因为之前我有放一些作品在 YouTube 上面，很特别的是，我非常喜欢一首中文歌曲。那这首中文歌曲呢，之前也有 cover 过，那今天想要送给你们这首歌曲就是《青花瓷》。